Hello， 各位好，我是绿色公民的行动联盟的代表，我叫赵家伟。然后这次主要大概等一下报告内容部分，大概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部分的话是要跟大家介绍，是从2008年以来，就是大家全球面临的那个在经济危机以及在环境危机的双重夹击之下，国际上面开始提出绿色经济这一个名词。而这个名词的话，它并不是把它当成是说这种，它好像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愿景，但是与其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愿景，我反而比较喜欢把它称成是一个，它是一个首次全球可以系统性的思考当前经济体系到底出了哪些问题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集体性的思考的一个机会。而我在这边的话，我会从2008年开始，全球在各个不同的主要群体上谈出来绿色经济的观点为二，然后在这次里约20的话，它是一个各大团体之间的一个汇集，而在这次六月份的那两个礼拜里面，到底碰撞出了哪些新的观点？而从这六月份之后，我们全球要往哪里去？这个部分会做个简单的爬树。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谈台湾的参照，这对台湾的启示为何？最主要是谈这两个部分。而我也试着尽量把这个看起来比较抽象的东西，然后可以尽量对应到台湾目前当前面临的一些政策上面的问题。而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谈的是。一开始的话，我们要想这个绿色经济这个东西被倡议出来，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由联合国体系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时他们面临了金融危机，然后面临了环境危机的部分，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要用以发展绿色经济为目标，然后在这绿色经济之下，这个绿色经济的目标就是说如何在维持我们的生态限制之下，然后能够重视我们台湾，重视全球人民的福祉增加，而不单单是经济成长而已，而是来包括社会平等上面的增进，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绿色经济的目标。而这绿色经济要如何促进这绿色经济的达成呢？第二部分，他们在2008年那时候提出来，就是要推动这个所谓的绿色新政，因为那时候各国都想扩大公共投资，然后让整个经济复苏嘛。但是他们那时候提出来的绿色新政，就是说你们这些扩大。这些公共投资应该要多花在跟环境友善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面，特别是他提出来这三个项目，它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跟保护弱势族群，而且减少经济体的排碳，然后水资源的耗用，然后以及对生态系统破坏，以及达成千禧年发展目标，解决极端贫穷这方面的问题，作为我们公共投资的优先目标。然后他这样投资之后，就可以创造很多的一个绿领就业，然后这样就可以等于活络整个经济体系，让整个经济体系绿化，然后达到绿色经济的目标，就是联合国他们联合国体系他们所倡议的目标。但联合国他倡议的目标出来之后，就各方就有不同的看法。像是我们在这次的里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各方他们所提出来的不同看法。像是这是欧盟的环境部部长，然后这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长，然后这个是温家宝嘛。但中国在那边提出来，就是我们还是会大量发展再生能源啊。这样子还是要用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去达成他们的保七保八的一个目标。然后除此之外的话，还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像这是代表南方国家一些环保团体，他们里面提出来的是绿色经济这边的话，你不能只谈绿色，不能只谈经济，更重要是把平等这个东西要提出来。然后在这个是全球劳工联盟组织，他们有更重视的说，你绿色经济，你投资在绿色经济的话，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然后去吸纳我们现在面临的失业潮，这是他提出来提醒。然后在企业界的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像这是普马的总裁，就是我们像那个运动鞋的品牌那个普马的总裁，他们就很骄傲的说，因为普马们这两年做一些事情，他们就是把他们整个供应链的外部成本全部把它算出来。然后所以他在里约的时候，他就很骄傲说，我们认为说你要达成绿色经济的话，你政府就要有个责任去能够创造一个法规体系，能够让所有产品的售价能够反映 产品的真实成本，就是包括它的内部成本跟外部成本，他们提出来这样的诉求。而这些诉求的话，我们再一个一个比较详细完整的探讨。像在联合国的部分，他们当然提出来一些你要达成绿色经济里面最主要的一些政策工具，像是例如是借由一些环境税啊，然后排放交易这些经济工具，然后去反映市场，去克服市场失灵这个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移除环境有害补贴，然后第三部分的话就是鼓励对绿色经济有注意的一些投资，第四个部分当然就是法规体系的要求，然后第五部分才是国际的部分。
但是联合国他们提出的这些法规之路，他们最重要的关键是啊，就是要引导资金，引导资金是往对环境有益的事。环境有利的项目上面去移动，然后他们就认为相信这样的方法，然后就会达成所谓的绿色经济。所以不好意思，我这个没有翻译，但是我就很简单的跟你讲说，联合国他们就在2001年年底的时候，他们提出一个600页的报告，叫绿色经济报告，就是大家都好像是被奉为绿色经济的圣经。但他通篇报告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政策建议，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把全球的 GDP 的2% 投资在10大绿色领域，增进他们的资源利用、能源效率、资源使用效率，然后保护自然资本。但是，就是如果像在农业方面的话，就是多鼓励小农，多鼓励有机的，取代传统的农业。在能源体系的话，就会提到说，哎，但是能源效率的部分，然后再生能源的部分，他们是相信说，你只要他们根据他们评估，是你只要把2% 这样的一个投资的总额移拨在这上面的话，你就可以达到所谓我们的绿色经济目标，就可以兼顾减碳，然后不止可以达到减碳目标，还可以增加整个全球的 GDP， 然后还可以增加全球的就业机会。他们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他们提出来这个观点之后，就开始获得很多的批判，因为大家想说，你们谈的只是一个资金转移，可是这个世界上面真是靠一个资金转移就可以达到这个绿色经济的目标吗？所以在联合国体系他们提出来这样报告之后，欧美那边的很多的，因为主要是欧洲为主的很多组织，他们就组织了一个联盟，叫做绿色经济联盟。他们就是试着从他们不同的观点上面去谈，到底绿色经济应该不是联合国提的那么简单而已，而是它到底是它最完整的轮廓应该是为何，它应该要遵循的原则为何，来提这个部分。所以他们提出来的轮廓，提出来整个大轮廓，其实它这个轮廓的话，它是根基于我们刚才子文老师提到说，有序发展我们有所谓的鼎足式的观点，也有同心圆式的观点嘛。我认为他们在这个绿色经济作为迈向有序发展的引擎的话，他们提出来整个绿色经济的整个大的轮廓，他们是以一个同心圆的观点去思考，所以他们把自然生态系统的确保，把它放在最大的一个区块。然后核心的部分的话，就是要想办法让整个经济体系，它不是追求 GDP 的成长而已，而不是追求 GDP 成长，而是要提出一些新的，我们整个经济体系要追求发展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讲的要超越 GDP 的概念，而要达到这两个之间的话，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呢？就包括第一个就是高冲击部门的绿化，但就是能源系统，我们如何让它再生能源的占比增加，然后或是我们那些高耗能产业，它部分的效率、能资源效率该如何提升？然后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谈到是所谓资金流的引导，如何把我们原本只会投资在公路建设上面的费用，把它转移到投资在我们所谓大众交通运输，他提出这样的倡议。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要重视的是说，我们不是要投资于那个所谓的我们可能机械这些所谓的人造的成本，而是我们应该要投资在人类资本上面，让大家的不论是在整个人我们的福祉上面能够增加，然后在对于我们达到绿色经济有所注意。因此他们就经过在四大洲方面，他们又开了很多咨询会议。那咨询会议的话，他们就定出了绿色经济它应该有9个原则。那这个部分我大概今天大概就很快的带过，然后详细的部分的话，我之后可能会再写文章介绍，把这个原则部分做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他说第一个部分要谈，但是绿色经济是要符合有序发展的，它不是只谈经济跟，它不像字面以上只谈经济跟环境而已。第二个部分，它谈是公平正义的，所以你的绿色经济，它是要兼顾世代、种族、性别跟原住民权利，它这些东西都有提到。然后后面这三个的话，我觉得是后面比较重要的部分，它有提到一个叫尊严的。我们要谈这个绿色经济的时候，是必须要谈这个尊严的部分，是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要协助传统就业形态的转型。协助传统就业形态转型，就是说，我们今天谈说好，我们要把台湾体系、台湾的那个整个能源体系里面，我们要让它转型嘛，我们希望能转成再生能源，或者说我们希望淘汰高耗能产业的部分。但是在这个同时，你在谈这个政策的同时，你必须要提出来说，那你那些传统的高耗能产业工作的那些劳工，你不能只是把它贴成说他们是地球破坏者，然后就
想要把他们汰换掉而已，而是必须要提出来说，他们在整个绿色经济的转型里面，他们如何参与，这样才能够克服我们在一个政策上面的困境，而且这也才能够符合绿色经济的原则，而不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他谈的部分是要谈预警原则，然后含容能力的上限，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谈这个财产权不影响环境整体性这个部分，是在提出我们在谈很多环境政策的时候，我们就会谈到说，环境问题都很多都是共有财的悲剧，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说这环境品质是谁的。那我们今天像很多环境政策在演练的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想办法把这些环境共有财作为一个把它私有化，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从属关系嘛，就是像我们讲碳交易的话，我们就说，我们把这个碳排放额度分配给谁？但是他是说，你不要，他这边是要提醒说，你不是不要相信说这样子就可以达成到那个绿色经济的目的，而且你必须要先在做这样的政策设计的时候，你要先确保这些所谓这种私有财产权分配为基础的这些市场工具，它不会影响到整个环境的整体性。然后他最后一点的话，他提出来，他在第五点里面提出来是，他必须兼容的，特别是这个兼容的部分强调的是参与程序的部分。然后后面四点的话，第一个部分他谈到是良好的治理跟可规则性，这个的话就是在讲资讯揭露，不论是企业或政府都必须要把这个资讯的充分揭露。你不能说像今天我们为了掌握台塑的一个排放资讯，却可能还会被台塑提高，这样的情形是不可能在一个绿色经济的体系里面是不能发生的。然后在韧度部分的话，就是强调说我们的社会如果在面对一个强的一个灾难来袭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效的调试。所以在谈的气候变迁调试，而且这气候变迁调试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要重视的是地方智慧，然后以社会安全网的建立，然后重视，然后第八点是想谈它重视的是效率跟风阻性，就等于说我们要谈的很多所谓零废气啊，我们谈的在环境冲击跟经济发展上面，我们必须要达成绝对脱钩，而不是只有相对脱钩而已。这些部分是他们所倡议的。然后再来的话就谈到世代部分，像这边也有很多青年团体也来，但他们在这边世代的部分不是谈说你们青年人有参与权而已，而是在谈我们现在的体系里面金融体系它必须是要一个需要改革能够让它长期更稳定的，而不是只是重视短期的收益。然后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你在做短期的决策的时候，你必须要重视它长期影响，这些部分是他提出来的倡议。而在他们除此之外，因为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绿色经济联盟，他们都是北方国家的团体为主，但南方国家他们有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像他们提出来就是说，绿色经济你不应该只是一个对于市场机制的依赖，然后导致自然资源的商品化，然后或者是形塑另外一种的贸易壁垒，就是说我们知道就科类像碳关税这样的制度，他们认为说在整个绿色经济里面，这样都还是并不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形态。那这些不同观点到底在绿油 plus 团里面怎么样去被讨论，那就是我接下来在这边会跟大家做的介绍。第二部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说，我们从绿色经济联盟提出来的那个大的绿色经济轮廓里面，我们一个一个去爬树。第二部分在谈是超越 GDP 的部分，在里约的话好几个周边会议，从民间团体办的周边会议到世界银行办的周边会议，到联合国发展总会办的周边会议，都在谈我们如何超越 GDP， 就是用 GDP 以外的指标去衡量整个社会福祉的进步。像在这边他秀出来一个图，是说这是由瑞典那边研究机构所发起的叫做里约宣言。里约宣言的话，他邀请了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包括李远哲在内，还有很多之前的总统，包括巴西总统卡多索，然后还有爱尔兰之前的前总理 Robinson 夫人，他们都签署了一个叫里约宣言的部分。他们就直接明指说，我们必须要抛弃 GDP 作为衡量社会福祉的依据。而除了这个宣言式的讨论以外，其实在那个会场上面有很多的国际研究机构就开始提出一些新的指标去检视，试着去取代 GDP。但这个是那个 IHDP 这个国际的一个研究社群那边也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指标，叫做兼容性富裕指标。兼容性富裕指标，它是说我们常常谈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只谈就是 GDP 的增长嘛。但是他认为说，我们在谈社会进步与否，应该还要再看它在自然资本上面的变化情形，在人类资本上面的变化情形。所以他就用这项指标去衡量
中国，就在中国我们都认为说，哎，在过去从1990年到2008年的时候 GDP 成长了四倍，成长四倍，这是非常惊人的成就。但是如果你考虑到它自然资本的影响，考虑到它人类资本的影响的话，其实它过去的从2008到1990到2008之间，它整个社会只进步了 45% 而已，只进步了 45% 而已。然后，哦，这个我只是跟秀，就是大家每次看到他，都只想到他是戴安娜的前夫，对，查理王子。但是他现在最重视的一个工作就是，当然不是哈利王子的裸照问题而已，而是包括他自己弄了一个 project， 就在谈就是如何把这个比较 GDP 的概念纳入到企业层级的一些的资讯接入，他在做这个 project 的事情。好，我们刚才谈完这个是在发展目标上面转型，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谈绿色经济另外一个核心部分，如何引导资金流，如何引导资金流的话，而这部分其实是全球公民团体在 Euroclass 团体他们在开会之前他们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在那个 Euroclass 大会的时候，他们在开 Euroclass 团体之前，大家想到 Euroclass 团体要谈的东西那么多，到底大家最重视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就办了一个线上投票，然后就根据十个层面上面，然后让大家去投票说，哎，在这个大议题下面，你最认为说我们这次最要达成诉求是什么？就十个议题里面有三个认为说最重要达成的目标的部分都是跟资金流的绿化有关，就以及所谓的就是环境税制的改革有关。在第一个部分，在谈说如果达成有序能源的部分，他们不是说我们要给再生能源多大的补贴或什么之类，其实最后的共识是第一个，我们要至少要先移除化石燃料的补贴，移除我们现在每年给化石燃料高达4000亿美金以上的补贴，这个是对全球公民的一个集体诉求。然后同样在，不好意思，在那个如果推动有序消费这个议题上面的话，有序消费议题上面，它不是像台湾谈的是说，哦，我们就用环保标章啊，然后大量去推广而已，而是他认为说要一个系统性的改革，也是要看如何把环境有害补贴能够加以移除，然后发展绿色税制。同样在那个在金融，在如何让金融体系能够去兼顾在金融危机以及在环境危机上面的话，他们同样也是提出来税制改革这个部分。那这个税制改革部分在这次里面更一开始先被拿出来作为一个聚焦讨论的地方，叫做化石燃料补贴。化石燃料补贴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谈，就是因为国际很多研究机构他们直接指出来，就是每年4000亿以上的化石燃料补贴，造成了环境、财政跟社会分配上面的三重损失。像在国际能源总署他们研究的说，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化石燃料补贴移除的话，我们全球的碳排放量其实可以减少5%以上。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在讲所谓社会上面的影响是什么？社会上面影响，我们以往都以为说补贴是为了穷人嘛，为了穷人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负担得起的能源使用。但他们仔细研究的时候发现到说，大部分补贴其实并不是真的穷的群体所拥有，而是将近一半 43% 的补贴是由前1/4有钱人去享有这个补贴。所以他们说这个移除化石燃料补贴的话，这个部分是有三重效应，环境跟社会跟环境财政跟社会方面的三重效应。所以国际公民团体就在那边，他们就发起很多的行动，像包括这是在那个里约很著名的海滩上面，他们有发起这样的一个倡议行动，就印了一个很大张的一个帆布，然后是用一个超，这应该是就是巴西币的那个图案吧，我有点忘了。对，然后就是说我们一年补贴了化石燃料那么多，我们这个块是要赶快移除。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也利用线上的一些社群媒体 ，Twitter 上发起了叫做 Twitter Stone， 就是大家都去推这个移除化石燃料补贴这个词就对了。然后根据 OECD 秘书长的讲法，他说听说这个 Twitter Stone 啊比那个 Michael Jackson 死掉的时候所引起的回响还大，所以这是好像是一个全民共同重视的地方。但到最后在整个官方会谈过程中，因为加拿大的反对，这个部分移除化石燃料补贴不能被列成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会议结论，只有大家提到说，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目标。
但是我们谈到遗嘱化石燃料补贴，其实就是就如果回到台湾的脉络的话，就谈就是如何能源价格的合理化，能源价格合理化这个议题。这个部分我们都知道说，从台湾为例就知道，这是引起很大的政治争论。其实这不只是在台湾，是在世界各地都是。所以他们在这边的话，就有公民团体邀请了丹麦的气候变迁部长，然后还有印尼的一些 NGO 团体，他们大家一起谈说如何克服移除化石燃料补贴 的政策障碍。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可惜台湾没有一个观光团的代表去听这个议程。但是我觉得他这边提出来有的东西都是可以给台湾借鉴的。第二部分你要讲说我们要谈化石燃料补贴的时候，第一个资讯是要揭露化石燃料的补贴的流向跟额度，每年都应该有一个定期的报告。像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都一直在谈说，哦，我们现在谈化石台湾跟油气价格合理化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数字叫做台电亏损多少。但这官方通常没有跟我们讲说，我们其实这些亏损可能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对工业电价的补贴。我们过去五年补贴工业电价达到2300亿以上，这个资讯他没有去揭露。而按照国际社群的他们的建议的话，你要推动这个移除化石燃料补贴，或者推动所谓能源价格合理化，这是首要之务。而第二部分的话，就谈说你这个补贴不是只有价格调整而已，而是整个配套措施，整个配套措施。而第三个部分的话，就谈说化石燃料补贴里面很重要一个东西叫做社会沟通，而不是现在台湾我们是用一种叫突袭式的方式，然后我们社会沟通带着口音节目而已。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就谈化石燃料补贴的时候，除了谈这些直接的价格补贴以外，第二个部分是在谈要把外部成本这个资讯要揭露出来，外部成本资讯要揭露出来。因为有那个美国的 NRDC 这个团体，他就提出来说，如果你把外部成本资讯揭露出来的话，我们给化石燃料补贴可能是相当于这些实体补贴的十倍以上。就我们一年好像给目前给了4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你把外部成本纳入的话，我们可能是给四兆，那就是这资讯要被揭露。然后第五个部分的话，就是短期内如果没办法移除的话，至少要先停止增加新的补贴。好，那 OK， 我讲，然后后面还有几个部分的话，就是第一个在谈对自然资本的保护。自然资本保护的话，我们在这边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是在那个在 Real Plus 团体里面，就是发起了一个行动叫做自然资本宣言。自然资本宣言，他们这是要求很多的银行或者是基金的那个国有基金的一些官方单位去签署这个自然资本宣言。他们这边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在资金的投资上面必须要重视，我这个资金的流向对环境、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这就在台湾里面谈了很多什么绿色小股东的制度，或者所谓的环境友善投资这些部分。但在这边的话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确认。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就是因为这个议程是由英国办的，就是英国副首相啊，就邀请了挪威的总理，然后厄瓜多总统，就一大堆灌溉云集的会场，这是我大概参加过戒备最森严的一个周边会议。但是在同时，英国首相还是被人家呛，这个就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也是大 NGO 代表吧，我就一直看到他就不知道干嘛，然后看有动作，就是他在丹麦在英国的副总理首相那边致辞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就戴着英国副首相的面具在讲说啊，我们这个就批评他说，你这个自然资本宣言其实都只是一个漂绿作为而已，而没有去影响整个结构性的问题。好，那这个绿化高冲击部门的话，我在这边大概就是提一下，就是像以能源为例，丹麦在那边他们就直接倡议说，我们丹麦在绿化冲击高冲击部门在如何绿化我们能源系统里面，他提出的具体目标就是，我2050年的时候再生能源占比要达到100%，然后2020年的时候我能源消费量必须要较2011年降低7.6%以上。所以我们现在谈的用电需求成长归零，他们的目标是更积极的。然后在他们另外还提出来，就是说，哦，我现在管的那个有据报告书不是管我境内的投资而已哦，我还要管我丹麦的企业到海外的投资，我都要求你们要必须要申报所谓有据报告书的资讯。而同时的话，我们当然就看到李明博就韩国他们在这几年，我们都想说，哦，韩国很在讲他们绿色成长啊，讲什么低碳成长之类，好像在国际上面得到很多话语权嘛。但在一个会场的话，他们大概就是只是很条列式的陈述了他们说，哦，他们立了这个法，然后有人要推动这个全球绿色成长计划，然后还争取全球绿色成长的研究院设在韩国，然后还
提了说、哦、我们要有50亿美金做这个绿色经济的援外基金，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他们就在这报告过程中都没有去回复，都没有去回应当地他们的韩国本身环保团体对他们的这个绿色成长的质疑，因为他们在这个绿色成长计划里面，他们把钱丢在大运河、丢在核电方面的兴建，这是韩国的绿色成长。好，而投资在人类资本上面的话，我在这边只要强调是说，其实很多机构在谈这个青年失业的这个议题，而他们这边提出来这个部分的话，青年失业如何在跟这绿色经济发生关系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整个公共投资上面的转型，就是说我们现在说要鼓励青年就业这些部分，最重要是我们大家财政困难嘛。那他们就检视之后发现到，各国家你用在化石燃料等环境有害补贴的额度啊，还高于对青年投资，这样是一个有问题的部分。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谈，我们现在台湾我们在谈环境教育的时候，还只是在谈的，我们还谈到是知识倡议而已。而乔治亚共和国，他们直接在那个议程里面，在谈青年就业的时候，他们是把环境教育这个事情，把它当成是如何训练青年有就业、职场、绿色就业职能培育的一环，这块都是我们在台湾里面可以去倡议的部分。而绿色经济这一块的话，我们当然不只是官方会讲在谈，人民峰会上面也提出了很多质疑。他们一个其实最大的质疑还是回到资本主义根本的矛盾。就提出来说，你刚提出来说，你说绿色经济好，那我们绿色经济最重要的是你要反映真实成本嘛，然后你要反映自然资源价值嘛。但是如果你整个经济体系都还是一个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时候，你的绿色经济会不会只是变成一个企业谋求利益最大化的遮羞布？这是他们提出来的建议。好，最后我们决议文里面，就是因为大家各方对绿色经济上面还有不同的想象。所以他们的决议文里面就只有很多原则性倡议，而不是像欧盟原本是希望说绿色经济在这个决议文里面能够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跟时程，然后有一个所谓绿色经济路径图这方面的部分，然后甚至还可以提出一些指标去检视。但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它逼使全球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是1992年的那个世界高峰会逼使全球开始谈哦，有去发展这个事情，要把它列在我们公共政策议程上面，所以开始有。大家有什么有趣发展纲领啊？这方面的拟定，我相信绿色经济在这一块的话，连委内瑞拉这么左的国家，他们都想说哦，绿色经济是个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的时候，我想说这一个部分是在这次里约二十里面，我们全球从这边出发的话，可能在这绿色经济会在整个国际社群里面还是不断持续被讨论。好，那在这边做一个 ，OK， 我用时间有点多，但是我在这边的话，等于说等一下就用这个表格来跟大家说，跟大家，就是先来抛个影子，让大家做后续的讨论。就是我们这一次里约二十里面，我们提出来的一些里约后二十里面，我们提出来的一些结论，它到底跟台湾能够发生哪些关系？这些部分是我们可以再去思考的部分。像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官方代表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谈说，哦，原来。听完之后，原来说、哦、绿色经济不是只有绿能产业而已。然后官方代表团也讲说、哦、他们要移除化石燃料补贴。但是如果我们更系统性的思考的话，就是在谈第一个，我们在谈 Beyond GDP 的时候，台湾目前在谈说要制定所谓幸福指数这个部分。但这个幸福指数的部分，你不是只有抄 OECD 的一个标准，然后把数据从各个部会上收集来之后就可以。交差了事了，而是应该谈出你有这个数据之后，你接下来的政策回应应该怎么做，这部分都是我们 NGO 可以参与监督的部分。然后最重要的是个环境税改部分，就是拿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到底电价还要再次涨价这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要求的那些，就是刚才国际上面在谈移除化石燃料补贴里面所要求的那些必备项目，要求说你们应该要这样照做之后才会去涨电价。然后同样在能源税部分，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一个倡议方式去谈这件事情。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所谓国有基金的投资原则啊，像我们刚才谈到所谓自然资本宣言，很多银行、很多的金融业都承诺要去做这件事情了。而我们国发基金跟老会基金里面，我们虽然有一些所谓环境投资的一些规定，但都是非常空泛的规定，非常空泛的规定。我们如何要求他们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符合绿色资本宣言上面最基础的一些要求，这些都是可以谈的。然后再来的话，在组织部分的话，就是谈个我们有序会角色到底在组织在上面，它还没有被谈论。但这个部分是
不论是在国会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民间团体的倡议部分，或者是像在座应该有些跟有去会的委员非常熟的部分，都是他们内部都可以提出来的讨论部分。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永续发展目标，这次虽然没有定出来永续发展目标，但是它已经在一个程序里面，就是在2015里面会提出来这个永续发展目标。但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台湾我们在定所谓的永续发展纲领的时候，没有台湾永续发展纲领，有中华民国永续发展纲领，这当然就是因为就是政党轮替的关系，所以名字换了嘛。但是我们最关键的部分是我们这些永续发展纲领里面从来没有去回应到千禧年发展目标，然后更遑论说接下来要去跟上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设定，这些部分都是我们可以去每一个环节都是我们 NGO 接下来可以再进行着力点，就是可以把我们从里约里面看到的这些资讯带回来监督我们公共政策。好，这是我报告，然后欢迎大家讨论。谢谢。现在因为我们有几分钟的讨论。